哟呵，邻居给我们这个橘子啊，有点酸了。我们要让阿香来试试看，他吃到酸的东西呢，有什么反应呢？喜不喜欢呢？阿香来，很开心的，要吃东西很开心。来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酸，好酸。酸酸酸酸，有酸酸啊，有酸酸呢，真的哦。现在这个橘子有酸酸，要不要再吃一口啊？酸酸，この味覚酸酸よ。虽然酸，但是还是伸舌头吃，哎，伸嘴巴吃。还要吗？还要吗？还要不要？再一口就好了。我不要了，好酸。好了好了，没了，吃三口就好了。看小朋友对酸的这种反应真的很好笑。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了，好酸了，我不要。